大家好，我是陈一丁，今天来和大家聊聊怎样根据自己的脸型来选择耳饰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耳饰的类型，像这样子的耳饰它就是直线型的，然后呢视觉存在感比较弱。什么叫视觉存在感呢？像这样子它比较细的，看起来视觉存在感就会比较弱，而像这样比较粗的，就同样它们两个都是直线型的，但是粗的这个它视觉存在感就更强，戴在脸上更显眼，这个呢就更细。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子的耳环，它的视觉重心是在中间的，因为它上下都很均衡，是像这种圆环型的也是属于视觉重心在中间的。而像这样的耳饰它的视觉重心就在底部。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耳饰主要就是两种，除非说你戴耳钉或者耳夹，它们这种呢是视觉重心比较靠上的，因为它比较短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这种是属于视觉重心比较靠上的，这种是属于视觉重心在中间，这种是属于视觉重心在底部的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怎样根据自己的脸型来选择恰当的耳饰。如果你是圆脸，那么你适合长条形的耳饰，比如说这样以及这样。如果你是小圆脸，那么这样子的小的耳线类型的耳环就会比较适合你。如果你是大圆脸，可以选这种视觉存在感强一点的，修饰效果更好，因为比较大的耳饰可以跟你的大脸产生一个视觉均衡的效果，就不会对比凸显出你的脸大了。如果你是方脸，那么你同样也适合选择这种视觉存在感稍强一点的耳饰，长条形的，这样可以修饰你的方脸，而且它这样有把你的脸拉长的效果。另外呢，可以选择这种圆形的耳环，因为从侧面看，从正面看，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形状，可以把你的脸拉长，而从侧面看，可以挡住你的下颌角，这样看起来脸就不会这么方。如果你是钻石脸，就是说，上面窄、下面窄、中间宽的这种钻石脸、菱形脸，或者呢是瓜子脸，下巴很尖的，你需要修饰的是下半张脸特别尖的部分，这个时候可以建议你选择耳夹，比如说这样的耳夹，还有这样的视觉重心比较低的款式，这样可以避免让你的下巴显得太尖，有一个均衡的效果。今天就是以上根据脸型选耳饰的内容，你学会了吗？关注陈一丁，每天教你一个变美小技巧。